三一公，阮家一一公，家一公，三一公。讲师慈悲，前道一公，坤道一公。讲师晚安。讲师晚安。大家晚安。点灯师以及各位前显上的大家晚安。
分散拉扯掉了。所以呢，华严呐，要叫咱注意这两点，要大家做分享的，就是转移去。那么，哦，咱伫这个大经大论内底，咱嘛有看过一句哦，这个经文内底呢，就有写着讲，佛法大海，非心流入，非地流动。那么呢，对于咱一个初心者，打咧入这个佛门，啥物是上重要的？你若要这个心，心是要引导咱入佛门，你一定爱有。如果若无的话，吼、哦，如果若无这个初心的话，人招你来求道了后，歹势来的招骨啊大来，有当时啊歹势嘛无一定过会来。那么入来了后，后壁你要改定，嘛叫袂来。嘛叫袂来，就爱伊有啥初心，甚至呢求得了，也有咱有不断去奉亲，咱有安怎不断去咧家己教育，去咧互伊一寡正确的理念。伊有这个初心了后，伊才会渐渐，吼、哦，所以来明白。所以讲咱讲佛法大海，非心流入。如果咱若无这个心，要叫你行入来，真的是有一点困难。即使有进来了，你也不一定能够存续，吼、哦，你嘛无一定会当存那个继续行落去。拄着考验真有可能，还是咱一寡话，就甲咱安怎化解咱的这个善念啊，吼、哦。那么我们经内底嘛，甲咱讲呢，心为道源，功德宝，中央一切就是心。啊，如果若是想要做一寡善的事，我相信呢，真济世俗的人。一直拢是听人讲，哎呀，做这是善事啦，啊会有福报啦，吼、哦，啊会安怎，吼、哦，会当接到这个善的因缘啦，啊会当接到敬子孙啦，哎、欸，拢是听到这好的，咱才会想要去个加减啊来做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来讲信，你就是因为你有相信讲，我做落这是善的，真有可能后摆有搁较好的福报来，所以呢。信为德源，功德宝，也就是讲，咱要种植这一些功德，你开始嘛是爱因为你有信，你才做会落啊。如果你若无相信，你敢做会落？为人甚至咱要去甲伊化缘，要叫伊过世，伊还阁会甲你讲啥？啊，要看足济啊。为过世死的到尾啊，拢无用处哩，像做一只然后灾难有啥货，啊，拢无开出哩。拢总是啥物咧？迄村里长啦，迄官员啦，把咱吃，把咱送，他一直就是会想到这个不好的，拢会先想到这歹，所以伊已经安怎，就是失去这个心啦。伊认为讲这拢无需要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甲咱讲，咱若是有要种这脑筋的。要证到这个善的这个功德，那安尼你起步嘛是要有这个心，你才做会持久啦，吼、哦，才有能够持久啦。那么咱来看这个心呢，啊，就是讲来讲，当然，啊，不管咱同我讲，初步要起来一定要有初心，你有初心，你到有法度通迈进第一步，吼、哦，踏出你的第一步。那么当初心无够呢？咱我甲我讲过，如果若刚初心，你拄到一寡困难，拄到一寡安怎考验，哎，你是不能出世的，你就会退掉。所以呢，咱我阿妹已经是伫个差不多40年前，迄佛教的经典吼，伫个后壁，拢会印第即四字“信修弘扬”，几乎在40年前啦，哦。迄庙里的迄落藏一寡经书啦，有啥？迄佛教的经典，伊头啊四字就是写信修佛。那么伊写信修佛言呢，嘛是咧甲咱讲，你如果相信，唯有你相信，吼、哦，那么你才有法度通好去接受。如果你若无相信，你敢会去投入？不会，你就不会接受。哦，所以唯有你有相信，哦，你有信心。吼、哦，那安尼你才会当去接受，啊，有接受了后，
你才会当依照奉献，依照伊个道理安尼来做来行。哦，那么呢，下底阵呢，佫差不多伫一至十年前，即、這个信修奉献，哎、欸，大家看，已经无啊，迄金属后壁已经就无遮啊，后壁所讲个呢，就是信盖奉献。因为你敢信，啊，你就去甲伊接受，安尼还阁无够。所以进一步过来的时阵，就爱安怎？你有相信，而且你爱去甲伊深切意注，你爱好好啊去甲伊了解。因为唯有咱家己去了解了后，你才会深信。哦，你像咱博学，进前有去买过一款迄落，西班牙的葡萄的橄榄油，那么呢，后边呢，佫有去买到迄个澳洲的橄榄油，但是呢，哇，当我念到为什么澳洲的橄榄油，它会比我买的橄榄油，它会比我买西班牙的这款佫更加贵？我先嘛来想，为什么会贵这么多？啊，我为着要找出这个理由，啊，若无我讲佫后边讲佫买的话。买袂落，所以后巷吼，就安怎开始家己做实验呢？我计个人呢，家己按照家己的意思去做实验，用两罐的迄个油，一罐是西班牙，一罐是澳洲的橄榄油。然后第一轮就是用啉的，我就用试喝的，要感觉当地的神经，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神经，敏感的神经哦。所以你看人若咧叫用救心的有心脏的，迄救心是安怎？若踢入去你舌下，伊就吐下来，大部分就吐下来，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很敏感的神经可以吸收。所以第一问，我得用音的，用音的是咧感觉，伊的啥个粘稠飘过你嘴巴，家己去感觉讲到底是好喝哩，对歹是歹安怎，差安怎？第一个就用喝的，第二问呢？就爱嘛，甲伊弄冰干，一块半里内底拢甲弄两块冰干。因为我们以前常说看到一些杂志啊，还是一寡个拢甲咱讲，咱若食油炸个物件，咱着毋通过冰个物件，啊若无迄油会结几圆，啊会影响咱个血液循环，有时候会血栓，有无？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嘛，所以我看呢，着用一块半就甲伊弄两块冰干，然后一直甲伊拍，甲伊拍。拍到拢互伊摇起，哎，感觉翕相起来，咱报社内底是拢有影。翕相起来的时阵，家己看讲伊的凝固的迄个形状是生做安怎，然后哦，拢家己翕相起来，再过来做比较。第三了后呢，从这油拢压倒倒角，倒倒角的时阵，我底吼刚摕出去晒太阳，晒太阳。等到晒干的时阵吼，甲佫摕入来看碗底伊流的情形，结果看到安怎？西班牙的橄榄油碗底是泡泡泡泡，是有杂质的；澳洲的橄榄油是碗底是清气的。所以呢，或许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话是有杂质，啊，伊即个是两家两家就对了。我问因头家讲，恁的两家？哦，是安怎？伊讲，就是因为因采收橄榄起来的时阵吼，处理了要入厂，一定有限于几点钟以内爱做这物件做较好，连可铁渣的数袂使超过，因为它会氧化。所以他们经过怎么样处理，经过怎么样处理，我从我翕的这相片，甲传给恁头家，恁头家在打笑讲吼，澳洲迄个老板打讲吼，讲维多利亚，哇！我会申请你来阮公司吼，当一节课。竟然无人甲我买油的人吼，像你安尼，搁家己做过实验的哦。所以这个是啥？因为我要去好好了解，所以我才有法度通好我加开一寡钱，我甘愿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咧修行呢，到第二期后壁是一二十年前，咱佛所看，这信修方面就无看啊，就变成信盖行见。因为你相信了后，你好好去甲伊了解，了解着修行的意义，交过去的经验，各个业力的含义，种种的一切了后，那么你了解以后，你去实践，你去做出来，
你较有法度通个得到即个证据，哦，你较袂来退钱啊。那么呢，最近呢吼，咱房间里刚在讲即个吼，合作中心内底有讲到即个性冤现象，哎、欸。啊！我讲，哎、欸，咱因为最近我无可以看到这个电视，所以呢，我讲哦，性冤现象，那安尼就是因为你家己了解了后，无法度通个去产生更大的强烈的安怎，迄、那个进步心，所以一定爱有这个观，因为观就是大，唯有你有强大的这个愿力，你才能发挥你的力量。所以后边呢，相信无够。爱搁有这个原力，靠有法度通安怎去做，做出来你才有法度通去提振。哦，这是咱过去的这个感受啦。所以呢，咱来讲初心进入正心，因为如果咱若是按照这个行，相信咱不只是正心，那么呢，它可以进入身心，到后边完全就是正心了。哦。但是呢，这需要一段时间的历练跟考验，没有经过历练，没有经过考验，有时候我们都还不能够哦，我阿哥无法度谈到一步一步，谈到进步哦。所以呢，这个静呢，也就是咧讲咱讲是静的，要静的。哎，除了符合法律、要道德的良知哦，这一点爱符合这个法律、要道德的良知。咱过去常在讲，咱修行两德。如果一切若要依法律来讲，那这个道德太低了。这个道德真的是太低了，因为变你讲讲，啊，这个法律规定，所有的这以前吼，那是是大人走了后，要分财产，哎，人祖宗敢倒来分，啊，真的，我也是。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伫法律上我嘛是一份子爱分。以前的这是法律上公正的，但是或许一直在想讲，哎，干嘛大家拢要依法律来做标准？这个道德、仁义道德就下降了。咱的修是咧修仁义道德，要不要提升呢？唔是一直不但没有维持在高点。还要把它拉下来，说这是法律上规定的。那这样对于我们修行人的行这条路，有没加分？这个是没有加分。所以呢，我一直在讲，除了符合法律，一定爱搁交这个道德伦理，爱把道德伦理爱在一个观念，哦，要把它拉高，哦，所以只有信是无够。因为咱若敢信，有当时啊南辕北辙，听人讲真好，走遮听人讲真好，走遐南辕北辙，不断吼、哦、不但会走远路，有时候还会走错路。哦，所以咱要安怎有敬畏敬业，哦，爱有敬畏敬业。那么呢，咱大多嘛讲的佛陀信息，刚刚学佛信佛的第一步，它是。哦，一时间互咱知影输，唔知影利，所以出一人初入佛门进来的时阵，唔知影利的情形啊，他是在办事而已，伊是咧办事尔。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这前提下，咱这前辈者爱有责任嘛，通去家提升，互伊除了会晓办事，爱搁知影利嘛，哦，爱搁知影利啊。所以信心呢，如果经不起考验，那安尼拄着事来，就会容易引起烦恼，甚至呢来缺失这个德性。哦，缺失德，缺失有这个德性，往往拢总是咱认识不清嘛。哦，咱对啊，哦，所以咱呐无法度通好三心这个考验，哦，无法度通好。会当经过这个考验，哦。再来呢，这个静心呢，是爱咱学习佛菩萨的慈悲跟智慧，让咱的品德提升，才能改变人生，改变命运。咱讲是拢讲希望修行功德，会当改变咱的人生，了改变命运。好，大家笑讲。
有缘的去，还是看袂到像咱进前雨啊，艰苦的时阵哦，竟然嘛是去哦，迄落看袂到的，安尼每一个时间拢无遮尔，但是真好呢，时间拢无遮的时阵哦，变成啥是断食了我，所以但是吼，无到遐的时阵吼，一体用的，看你安怎看咧。咱互我去讲，交阮三姐金门迄个咧讲，伊才讲吼，一个健康的人吼，逐工拢有咧爱劳动咧运动咧走走的人，你讲叫伊禁三四天拢卖食，就断食了嘛，会很辛苦，伊根本禁袂掉。啊，所以照样拄啊好艰苦的时阵，无你无食，啊，看到就惊，想要吐。哎，真正的去，咱讲话讲去，有碰到竟然会这样严重，哦，所以呢。我阿妈感觉讲，哇，像咱互我生到遮歹看面的，竟然，阁有人会甲咱问着，所以吼，问着袂食，甚至刚要吐尔，看到就要反胃啊，安尼就对。所以拄啊有四天的断食，啊，家内底的肠拢规个拢清空，安尼刚好，其实嘛是好。有时候一件事情发生，咱也有该善者啦。你有足感恩嘞，咱何下一月前是恁爹仔啊，咱目前的年代在变，招要去对，招要去大丰农迄个三山国王遐，讲要去遐交遐老人座谈。啊，本来咱何下唔去，啊因为目前的人交人约较早，伊要去啊，庆祝我收袂出门，伊就讲哦，叫我较晚办外务，甲去载伊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真正去的时阵哦，咱老阿公载伊去到遐车停的，迄台车完全是好好的，无问题哦。等到伊遐迄落安怎，迄个座谈了后，要转来，互阿车无翻头尔，车出问题。甲咱老阿夫 ABS 迄个仪表板哦，本来是红色的，加一个 D 哦，拢正常的，仪表板是红色。竟然把咱铺一个 ABS， 啊，规个拢闭门的。我想讲 ABS 的刹车系统，啊，到底是安怎死？有门把咱关无好，伊就停了。大家门拢紧开，啊，后斗的门拢紧开，搁紧关安尼啦。啊，火唔花就唔花。后来呢，我就拉去乡传阮囝，阮囝甲我讲，啊，妈，你的刹车系统出问题咧，安尼啦。你爱赶紧开去红线，你豆豆啊开黄色的啊，搁会使，你慢慢开。啊，若无吼，这刹车系统出问题，你若离较快速在走的时阵，又讲动起会加了会冰车嘞。又甲恁讲安尼嘞，哇，我怎吼，真正现到转来到酒啊，怎搁插到一条路去吼？怎插到伊迄条叫一条龙路？到搁走到转来后嘞？政府组长遐在联系伊，看看会讲有影一条刹车系统的一条线叫断伊。结果换换下了后吼，转来迄个姑娘就随接着啥，金门坐坐过江吼，十二点五分要坐飞机转来台南，人因派我要去接伊啊。啊，你还想伊若要把我派呀？万一若伫高速公路顶派？我听讲诶 ，ABS 刹车系统伫高速公路、伫快车咧、伫高速咧行驶诶时阵，有当时啊，你若动，伊是会加热诶冰车咧。所以呢，咱普通人感觉讲，哇，上天有够慈悲，祝福菩萨真正有咧保庇。安尼，互咱安尼去修理你诶，隔天迄个我转来尔，咱就是昨天、明天中午12:05机场接三姐。啊，你啊看，啊，如果若无先，互咱发生迄代志，那万一拄啊好伫台南，伫高速公路顶咧走，代志会变严重，真的很危险。所以有一些事情刚遇到的时候，也不要那么急。哦，然后凡事发生必有处理用。我看吼，伫2016年的时阵，哦，得着全国第一名的时阵，伊叫公司一直叫我爱写感言。前面的三句话哈，第一就是我若不合人意，是我的哈无能。啊，再来一句，人若不合己意，是我
症结在哪里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讲，咱伫这个道场内底，你是要得到，一定你若有无提出来，相信咱听这么侪名道理啊，一定有一半句啊对咱拢有帮助。所以呢，时常拢起来拢讲，你唔免规条拢甲我听，只要咱今仔日讲的记有两句，起来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就受益匪浅。那是不是拢会安尼讲？啊，真的，哦，修那呢其实无啥物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要能够持续下来也是不简单。所以今仔日大家吼拢真正是无简单的，会经验佼佼的，哦。那么呢，吼，咱再来下面来看讲，修到四大阶段，其实呢，即个我阿要来强调，但是找阿未有好的资料，通好来代替啦。吼，啊，咱原则是大概先安尼看。讲第一来讲大智慧，吼，所谓通达，有为之书，数相吼为智啦。其实这等者，吼，咱今日若有。回到咱，搁做一个较好的坐所，互咱或许搁较有变通的啦。哦，尾仔呢，咱或许有去家己了解讲，咱时常在讲有为之为。有为呢，也就是讲，甲咱讲有界限的。有为就是咱有想讲，我即个着爱来甲安怎做，多少都含有一个后边哦。为了不管名利权势是啥物，就是讲有阶伫后边在做迄个因呐，哦，所以呢，它变成是啥，伊有涵盖有一个界限，而且是有漏的，哦，有漏的。啊呢，哎，我都能够通达无为。也就是讲，哎，这是我感觉这是应该做的，这也无啥物啊，举手之劳，这是我该做的，这是我该去完成的。这你完全没有去想到，你后边是被自己的是伤了，那这个才是无限的，这个功德太大，哦，这个才是哦是大啊，甚至是无劳的，哦，这也就是要跟你讲比较的，所以跟你讲比较。照了之光，就是讲有予咱观照的这个功能。那么这个慧呢，有鉴别之用。虽然偏偏做一项善事，但是人为出自于心，不为之为。他所得到的跟有为之为，哎，两个的功德倒是差太济呢，哦，就差了很多了哦。所以讲，讲地灵明了之法，但是慧呢，会当断惑正真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讲到这个断疑惑，嘛是爱靠上面来断疑惑，靠咱真正地位。地位爱点点，你靠有法度如何来断这个疑惑？哦，所以呢，那是要用这个地位来展现出来，咱要真真正正来断这个疑惑。是有困难的，哦，有困难的。我喊呢，直接这个故事吼，无客气啦，迄落直接呢来解来简单来讲一个故事。啊，就是讲咱过去文殊菩萨呢，就赞叹咱阿难尊者，伊感觉讲伊道行第一，啊，佫殊好咱世尊释迦牟尼佛二十七年。所以他一对他呢，哦，恭恭敬的心在思考呢，佛的这样的恭敬心，他是很赞叹的，哦，所以呢，时常在大家赞叹佛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比丘，就问咱世尊，问咱世尊吼，讲是安怎这个阿难，哦，得闻第一，为什么？伊是啥物因，啊啥物果，乃竟然排伫五百名的这个阿罗汉，竟然伊是排伫上尾啊！五百位成就阿罗汉，伊是排伫上尾啊！伊一个比丘在咧问咱
世尊这段因缘就对了。那么呢，咱世尊呢就来讲讲这段因缘。伊讲伫过去的时阵，哦，这个波斯匿王国，哦，这个国王呢得到一个太子，啊，太子嘛真大汉，所以呢，伊就一直要找一个太子之书，要来好好啊教太子，互伊当了解着真理道德。所以当然，伊就大方门出去招客啊，哦，招要招贤啊，要招一个找一个太子之书。结果呢，尾仔去找到一个，这个就是婆罗门内底的一个贵族，哦，啊，伊选到这个太子之书了后，当然伊就来看。有一股傲气哦，我是东京太子之书，所以他叫高高在上。那么呢，伊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自细汉就佚佗，做伙佚佗的囡仔伴。但是这个做好细汉佚佗的囡仔伴，竟然是交伊的身世是，人讲为天壤之别。因为这个囡仔伊是大人，足早就死啊，所以是一个孤儿。那么呢，伊安怎？伊专门拢在干啥？伊在学做迄个手拉胚。哦，以前的手拉胚，啊，伊做手拉胚不是在卖呢？伊在做手拉胚哦，伊是以物换物，换物呢。伊做足侪项呢，你暂时要拢来摕出去门迄个数字也摆。啊，摆的时阵呢，有做足侪项物件，啊，人若看到伊对一个有需要来摕。用相对的东西换给他而已，他也没有再卖钱，所以伊就用安尼个过生活呢。但是今天呢，竟然是交这个太子之书两个呢是足好的玩伴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所在呢有来着咱迄个企业粉哦，加业火的时代，拄好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伊这个朋友呢就来讲。人哦，最近哦，城内有来一个迄、那个佛，啊，佮交伊个地主来伫咱遮个来，咱来甲看卖，来甲伊参拜，就招这个太子住持要去。但是呢，伊讲啊，没有啥物通好看，上计是剃了头，没有头发，再加上一件袈裟，一个修行的人尔，有啥物通好看？所以他就不跟他去，哦。那么呢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人已经伫遐结缘，就是讲搭一间简单的伫遐讲堂，伫遐要开法会，要通去做讲堂啦。哎，伊这个朋友嘛是去解招，讲哎，人即马哦已经伫遐结缘，为迄、那个为结果为啥？为景色增色的对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大公大娘来听，俺算来拜这个。这个棍安尼就对了。第二次他也没有被他邀走。哦，等到第三代的时阵呢，伊嘛是拢，伊拢改推脱了对了。等到第三代，伊这个朋友呢，这拉手拉皮呢，就讲，咱来游泳，夏天很热，我们去玩水，他就转去深水。等到深水了的时阵哦，伊要起来，衫要穿呢，伊就对衫甲叫。刚以为吼，这个太子之书哦，我足敢跳的，啊，规是衫就烫坏，以前的衫烧透的迄个嘛，有白的嘛，伊怎啊规时间白哦，规烫坏伊啊，我伊扭到的是一领衫，结果裤呢，嘛是拢白大的嘛吼，伊迄个朋友呢，去对裤头甲落下啦，唔好走，伊嘛是从迄个裤大吼，甲白哦规怎啊我裤都好伊安尼就对了，等到第三轮吼，伊这朋友吼。唔敢乱互伊走去，想讲今仔日一定要带你来见这个徛业务，结果就头脑家己话。但是印度迄个时阵吼，有一条法律，不管恁安怎烧法，拢肉紧，就是袂使去揪人个对方个头毛。如果若去共揪对方个头毛，你是犯了死罪。这个、时阵太子之孙吼，惊一个伊讲，哈、啊，我这个朋友竟然一定要叫我去拜这个徛业务。竟然冒犯到这个死罪，伊也唔惊，伊就讲足紧张着，你赶快放手，赶紧放手，伊惊去互看。因为若有人来去治我，伊就一定无生命。伊就讲哦，你紧放手，我跟你去。所以伊到底要想讲，哦，这到底是啥物情
阵，丢我的头毛，独独为着就是要去医这个听药物的。所以呢，就讲啊，你治大骨干呢，你嘛我倒转来吼，换一丝啊较庄严清气的衫，较调理去。他真的那一次就转对于去拜这个听药物。去的时阵，当然这个老家这个伊的朋友呢，人去就问心足有礼，就跪落参拜落问心。但是伊去的时阵是换安尼，迄落像咱好像在讲讲像咧，金正恩人生怀金理正，这个嘴巴都下巴都往上翘的哦，啊就安尼啊吼。所以呢，伊嘛好像很不屑啦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咱徛老母呢，吼、哦，就用着伊个啥，伊就伊个珠笔，吼、哦，阿妈交代伊坐，啊，然后伫遐甲伊洗碗，互伊到尾啊感动，吼、哦，啊会接受，所以呾跪落来拜徛老母为师，哦，呾跪落来拜伊为师。那么呢，伊甲伊迄个世尊呢，甲伊讲这段故事。伊才甲伊讲，你敢知影刘义去入佛门的迄个是啥？迄个比丘，伊唔知啊。伊讲迄个就是我的精神，就是咱世尊的精神。所以伊甲伊讲，入归入佛门的，就是伊，那是伊的前世。哦，那么呢，再来呢，也就是讲，伊为啥物太会遐慢？明明都问第一。伊太会担架，吼、哦，担架是五八的，诶，这个罗汉，这吼、哦，这也是啥？但是，那我看下，哦，对啦，哦，阿罗汉，是安怎太担架？迄五八的伊是啥鬼啊？就是因为伊的傲慢，啊，伊无深信，伊无这个正信，伊无相信。所以伊产生伊五万的心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才会失去了三次要见佛的机会，因此延误了他正果的时间啊。所以呢，咱唔茫看讲，哎、欸，这小小有当时啊，一个动作，一个过去，一个啥物经验，这个都是安怎会牵连着呢？会牵连着。所以呢，等到咱世尊回空了后。后壁个大徛遐嘛吼，徛人家都来接迄个后壁个吼下即个气场啊。啊，即、這个大徛遐真正呢，伊就是要贬值，要贬值。伊迄个时阵我还袂正道个，还袂成就阿罗汉个呢，是大徛遐真正吼用智障话解决出来呢。因为要贬值咱世尊在世所讲个个即。经书即讲个个即，要来编辑成册，要通去制作即经，吼、哦，来装订。伊甲讲吼，要爱五百名来参与汇集即经典，要汇集即经典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有经藏语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要一个来分类，啊，来编辑无好势。伊要爱五百名，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一定爱进阿罗汉，到到处给人参与。我进我阿罗汉是不在主内的。这时阵，拄啊加上咱阿含尊者，吼、哦，伊还袂进我第四个，伊还袂进我到第四个啊。所以呢，迄个大家要真正来看出门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，就用炮的，足无面子的啦。伫世尊的边啊，啊，多闻第一，竟然是无法度人参悟。哇！伊就很伤心，就哭着一直跑了。哦，伊也走，伊也走，走去到山来叫做一个做什么什么什么师林。哦，结果就是
得惊迄个就是我这个心尔，根本吼、哦，其他的这个拢不是真正有迄物件，安尼就对。他当下就证悟了，套账了的，一下照，我走到等于个，咱大家拢都好尊敬，拢我已经吼、哦、证得了吼、哦，到第四个啊，比你更进步啊。因为呢，咱这吼、哦、就是有这个道吼，就是讲第一，当初入上。进入上流，就是进入这个的话吼，这个虚头丸，就是初个。啊，进入虚头丸这个初个呢，也就是进入圣人之流，正得永无退转的机会了。来咱修到这的时阵，就已经来世吼，你袂退转了呢。已经入流，入了什么流？圣人之流，就是入上圣人的行列去了。后边再来就是，你已经证得不退转的这个果了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叫做虚头丸，这是初个。所以呢，后边到这个阿罗汉，就是到第四个。哦，他有这个一阶一阶进上来。哦，所以到这的时阵呢，伊是去和这个。大家来尊敬呢，带有激将法，伊呾拄仔好排伫第五棒尔，吼、哦，伊即个阿弥来，所以我是咧看就是讲哇，原来真的每一件事情拢总有伊个因缘伫个遐，所以呢，咱安怎，咱一定爱把握，把握上当下的一挂因缘啦，吼、哦，好吧。我是等个，所以呢，讲伊讲末法时期，咱若要修道，哦，修道的认知有几种哦。今天那是末法时期，听多一点点。是末法时期修道哦，有几种的这个危险性。如果我们没有认清的话，很容易怎么样？我们世间法。那今天是不是要修善？出名世间法。但是呢，咱若是无注意，会安怎？会变成世间观。所以呢，讲虽然对这个佛法有信心，但是若无等这个名利之心，伊就是讲，对于这个名利之心哦，太过于着重，想要了重视，想要了感觉讲，想迄个，就想贪着。贪着之心太重了，终有变为世间法的危险。哦，因为那是要修出离世间法，先应该是安怎，会使去家看遐方面。所以叫咱哦，应该要谨慎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修出离心，到有法度通去断除这个名利的贪念。哦，对这个名利的贪念。这个出离心，咱后壁哇，或许讲几项啊，后壁后搭过来介绍这个出离心。第二呢，依前自修行，但系讲虽然咱进呢，咱进是毋是拢受所依止，直至人生，迄个就是咱的真主人，但系讲叫咱只要安怎，好好啊对这个所在去下功夫，吼、哦，去修，那安尼呢？哦，咱也是无具备同款哦，知影通去对遮去修，但是咱也无具备这个出离心，终有散乱的危险。我会有一天，有当时啊会去拄着啥无明啊，搁叫夹起，这嘛是会有啥有散乱啊，会这个危险的。所以人讲嘛是爱谨慎。所以呢，散乱是非，哦，散乱是非利。就是作意是烦恼，有烦恼呢就会造业，哦。是非利造业。造业呢，就要接受这个流转的轮回的惩罚。一旦人啊一定有造业，一定就爱接受这个流转，哦轮回的考验。虽然呢，咱今已经安怎，受所依止，阿爸咱拢会当先转去。但是呢，等于了后，咱无采取，就讲咱会有迄个啥呢？因为做。
有非常多，啊，咱即使回去啊，如果咱无非常多，你敢住遐住会久？咱好些都常来笑讲吼，阮想太现实的，就是讲每年都有差不多两次的表扬大会，啊，为什么有的人到尾很多公司要请，有的人不爱去？因为伊感觉讲，伊一届也无得名，两届也无得名，他们只是去拍手而已。企业新村哦，他们也不会很热情的，因为啥？就像咱讲的讲，啊，企业人有几人坐，啊，又无几人坐，伊敢住会久？啊，有机会哦，咱哥请完再来，哥中拍手，还是再来啊？哦，所以呢，这交这嘛是讲差不多相同呢。哦，要接受轮回的惩罚，轮转啊！哦，一旦有这烦恼，就会去造业，所以呢，就爱去接受，也是同款无法度通真正解脱，无法度通真正解脱。第三呢，虽然生起了道业之相，名义上我是在修行，我是在这个活哦这个团体里面，我也是我嘛是拜佛的，但是呢，傲慢之心。没有断，哦，我们其实嘛无断，所以呢，终有魔障的危险，哦，所以呢，足济代志拢总会去拄着的因缘呐，哦，所以大家讲也要当心。那么呢，咱来看何谓出离心？伊讲一个真正学佛的人，都需要有出离心，有菩提心，这是一切修行的基础。出离行不是讲叫你离开家，另外搁去一个所在，而是叫咱人嘛爱离开这个烦恼忧劳的境界，因为一切足侪代志拢容易引起咱的烦恼痛苦。啊，这对这来烦恼痛苦从哪里来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执着足重。哦，妄想，咱我要查古解旧的讲，上天给我们两大宝贵的能力，一个就是超好的记忆力，一个就是很好的想象力。如果没有想象力，科学家无法度当发展出足侪即科技的物件，拢想搞拢爱有新有想象的物件出来，引导我当来做。那超好的这个记忆，哎。细汉的时阵吼，咱学校会去上阮的妈妈，呾带倒来的时阵，咱学校无过。诶，隔壁一个吼，阿做啥物编课会啊？伊就甲咱前后的带倒，甲咱讲：恁阿姊若行来到遐，你着爱大声叫我足大声，吼、哦！啊去吼，你着爱有啥物物件叫伊食，伊就是要叫我来糟蹋就对了。啊，咱细汉人毋知影。所以这个我记得很清楚，真正伊也看，伊也看，看伊行来到，伊又讲到这个窗仔这，你着大声甲叫阿姐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看吼，这记忆吼，真细无会啦。安尼，阿姐搁会记起来。啊，去的时阵一直煮物件，着刚叫伊食啦。啊，伊亲像你看，刚会使多起遐侪人个面头前，讲着要甲咱食物件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尤其若是好个，搁较容易放袂记。啊，哪摆的吼，有当时啊骗一世人，所以呢，才感觉讲我们有超强的记忆力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可能无记好，拢记歹，啊骗一世人，会不会很痛苦？很痛苦，哦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因为人讲一句话，啊嘛有来做痛苦的，哦，迄个一时不应该对我讲迄个话，就会常常记起来，哦，所以呢，感觉讲啥呢？叫咱吼爱出离这个烦恼忧劳的境界，啊，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第二咱咧讲的迄个想象力，啊，都马仔还袂到，咱时常咧讲，讲食好一百岁啊，烦恼千万年的代志，就是安尼啊，想象力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安怎妄想，一直咧想后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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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。那是因为伊忏悔哦，还是化病，他的心里很痛苦，我们可以体会。但是如果伊是一个健全的人，是因为伊家己超好的记忆力跟想象力来折磨他，那我
烦恼，哀恼。大哥，如果哪会当处理这个烦恼引导的境界？大哥由这个处理心来生出这个大悲心，哦，由大悲心大哥生出这个菩提心。如果哪是无这个做基础呢？那我们呢很难达到那解脱的境界，哦，那么无一种达到这个解脱的境界。后来呢，第四，比如虽有极高的见地，哎，为人讲起嘛是侃侃而谈呢，嘛是有足远的见地高伊的看法呢，但是呢，未断这个贪执，哦，所以呢，将又修为薄油子的危险。我看呢，而且在看讲这个薄油子，各位浅显，咱讲这个薄油子。阿弥陀佛。咱后下去讲，有看到有名的款，有看到有公山仙莲法师，伊拢有伊的网站，拢官网去落去。伊甲咱讲吼，伊甲咱讲。修炼含的未使做假道，这个假道年纪轻轻的也许体会不到。如果像我们可以体会得到。以前少年拿出来在耳光屋，是大人拢问安怎？啊，有假道的无啦？假道的就是假头家、大头家，底下耳光屋啊，叫做假道。吃到的，你无库存呢？你是去咧学功夫的，伊发一滴啊，收回互你尔，搁互你吃到。所以时大人拢问我讲：啊，你进即个要去是头家有品吃到的无？吃到。哦，那么呢，伊甲咱讲哦，如果咱若无断这个贪执，终有成为薄油子的危险。这点，这点，世界各国尤其是。伊大约出一庙寺去出大经，但是迄请家说这事，无一定是真正的修行。但是因呢，有当时啊，要倒起来吼，迄钱敢钱算走袂去呢？这就是啥？靠这佛的名义，靠这神尊这的名义，安怎食到油细细？哦，所以呢，大家来讲哦，终有成为薄油子的危险啊！没有付出啊，没有真正的付出啊，是借着这个名义，安怎互家己吃完呢？人讲吃完规结个堆堆。哦，所以叫咱赶快爱谨慎。第五，虽然勤做立众之事啊，虽然呢。看人哎，师兄在做写书呢，立中之书呢，但是被私欲所误。而且呢，那是我是较无想讲，终会成为骗子的危险，是无安尼危险。但是呢，我有看过一句话，伊讲，为什么过去的人，过去的老一辈拢叫人讲，都爱积阴德，阴德跟阳德差得太多了。因为积阴德哦，是有人抢袂去的。因为你是点点啊做，显显啊做，慢慢累积，唔免你无伫遐咧，安怎？得互人甲你表扬，所以迄个是实质的啦。啊，若是养德吼，就是做一寡，啊，人就甲你叫去咧表扬，记者媒体的人就甲你牵到做大片啊。但是呢，你迄个时阵，你享受到的这个名声，已经就是你当下的福报。啊，有时候你做的阁无够，人甲你贪的呢，安尼也变成啥？德不配位。哎，这个我们都要很注意。德不配位就是安怎？后壁就会引来考验。哦，获得既然在物，但是德不配位也会遇到考验。哦，所以要甲你讲安怎？立说不出的，立说，立袂使
大实质的这个物资不能大于你的，因为啥呢？你的名声不能大于你实质的付出。你的名声你得到的，哪是大于你实质的付出哦？啊，那你也即使是有善有做功德的，但是你当下已经想完了，而且又超过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都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提高境界，哦，提高境界。得来这个多少方法啊？这个方法，所以呢，我都讲一点钟啊，唔听你，我开始讲真实的，哦，好啊，到后边个认真一点，哦，啊，事实上呢，我是一直在想，修了很多冬眠。不是当在休假，我嘛看到啥？咱玉祖大兵哇太棒了！咱玉祖呢，直接讲到的就是见性啊。但是呢，咱迄个神秀大师，伊讲到的就是咱的宏观讲修的贵点。啊，如果我们现在呢，因为咱大家无遐尼无遐尼难，虽然咱得到神父一支。一定把我们变成灾难，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。如果你哪个用这个讲修的钱来安怎，我呢做好咱的基础。其实吼，同款有当时啊嘛会跳跳过啦。啊，如果两个都可以结合，那安尼的话，咱会比过去遐个啥嘞，像夜光机，遐个修的基础好修的，为什么因是？在那参禅打坐，自己在那体悟，安尼这不是啊，已经神师一指，予咱知影，咱的心上都有真个真真正正咱看袂到的珍珠啦。哦，那若会当再用神秀大师的这的功夫来安怎来好好调整调养咱家己，那安尼是不是会当予咱更完美？哦，予咱更完美。所以呢，咱我啊嘛常在想讲，咱的灵性其实就是一种的能量，是一种能量。那么这个能量呢，因为咱的思维、咱的思想发出去的这个波，如果你是正的，那出去就是彩色的。伊的交界上呢，与宇宙当中的这些能量彩色去结合。啊，如果你发出去的那是讲负面的。那安尼就去条负面的这波去结合，啊是安怎世界今天出现的这个天气变化会这样有关？就是正的吼，要负的两个在拉扯，因为现在的人太重视这个物质生活，精神上的生活呢已经安怎很匮乏，哦，精神粮食大家拢安怎很匮乏。啊，所以呢，正跟负在拉扯，如果负的赢的话，那安呢灾难就会特别多。啊，若是正的赢，那安呢接受的人就，因为一切拢总是正能量，它是彩色的。啊，若是负的，就是乌白要变灰色的。哎，这个如果有去找一些资料，相信你们都可以看得到。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来讲一个灾劫来的时阵。就是正跟负在拉扯，负的赢，灾劫就比较多；正的赢，灾劫就会减少。所以现在在咱的工商，在细汉的时阵吼，咱最近哎，唔知迄个咱当兵有播一篇，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篇嘛吼，还食了毒的，迄个毒食臭的三回，遐呀，我会记起刚刚是经历过。啊，然后呢，咱从足早，咱互我少年的时阵，做囡仔时阵，就捌听着先出来的时阵在讲啥？伊讲吼，到尾啊，灾劫若来，七七四十九天，春秋不见五载。迄个时阵留落来呢，就是顺良体啦，就是啥，就是食素的。因为咱的体质已经变假的，迄、那个体质内底含假的含量比较高。所以就较袂惊遐啥，惊遐核子的遐物件。哦，所以后壁到恢复起的时阵，就是拢月亮的认证。哎，之前好好细汉的时阵，先去来
那你家里还讲讲，安尼咱细汉安那咧听道理咧听故事，就一直来个，拢一直咧甲你宣传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会当亲口授信是咱的福报。啊，如果呐会当搁互咱安怎，大家拢发出正的能量吼，正发出正的能量吼，那更是最好的。咱最后吼，搁来看这个啥，咱活下家己，来看一个，看一个影片啊。娘娘，你在讲广告？来来，这个影片吼，是咱大家拢应该有看过，但是呢，有特别搁互咱咱啊，搁，吼，咱来看。这个影片，这个影片吼、哦，也就是，吼、哦，同频共振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团体，哦，那咱一个团体当中吼、哦，如果哪是都有安怎，咱我刚刚讲了讲，把自己缩小，把它当作是家己一根螺丝钉也没关系。但是虽然是一只小小的螺丝钉，但是自己不能看清，要认为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。亲像一台机啊，哎，一支螺丝啊，落去上头无啥感觉，到尾就清醒着啊，就离咱啦。哦，那么呢，这个同频共振，或许你刚才有没有说，有时候大家没有共识的话，同频容易共振啊。啊，共振难的时候，哎。没有进步很大的空间，就会很小很小、哦、所以呢，咱来看讲这个同频共振吼，伊、哦、这是一个资本的吼，有缩边形出来、哦、如果大家好来万物皆振动，哦，伊伫遮呢打电话都有影响，哦，但是也没有人特别去甲伊调整。到位啊，虽然是很凌，刚开始是很凌乱的，一这里也花这花呀，大家有时间要出来，啊，想办法维持一点，哦，充满纷扰杂乱的频波，哦，调整前需要有一些耐性，哦，调整前需要有一些耐性，所以呢，调咱一个团队拢共款嘛，咱某个公司嘛是共款，伊来的时阵，大家有伊过去根深蒂固伫前公司所有的一挂动作，来到遮一头尾来干，也是有困难，哦，所以呢，伊讲根据量子力学，哦，自勉的共识呢。我们的想法也要是一种震动，哦，因此会产生共振，相互影响，哦，那大家拢是正面积极的，当然影响就对，大家拢正面慢慢拉上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哦，对啊嘛，对，比较零散，所以想好爱心归想法带动。让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想法先有，哦，啊，然后再来改进我们的，哦，的那个行动，哦。这过了顶层了后，就无人再去甲伊过啊，它就会随着这样的共振方式，慢慢的受影响，哦。为前人类带来良善的未来。
常常常足足如个脑都要眼不打一个地方做成，那一点是站起来，我看完这些，再一点是提醒，哦，我来过些个这怎么样？